抗神奇力量，结气成为正能量。我默默指引我心中未来的方向，追追赶赶争分夺秒，斗智斗勇的较量，高速中迎头赶上，耶！不断前进，超越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对准了。手快来出击，奋力作战，往前往前，永不退让，对战对战，斗志打不死才是勇将，新的世界由我来闯，纯洁刚强，梦想梦想，自由无限，飞翔飞翔，朝着一样方向，第四集，安雅的陷阱。哦，来上吧，暴雪飞龙！来吧，清风！哎哈！暴烈变形，暴雪飞龙！暴雪飞龙，清风，嘿，我们赢了，嗯，哇哇，他们俩在干嘛呢？好像在模拟夺冠后的情景吧？想太多了吧？不行不行！绝对不行！啊！冷静点，大小姐。觉醒军队怎么能落入这种技术差的人手里？可是大小姐，每辆爆裂飞车只有一枚专属觉醒晶片，那枚是风暴猎鹰的，就算我们拿到也……给我闭嘴！是。这么说吧，普通晶片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但觉醒晶片在这世上只有几个，非常稀有。您说的对。所以说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只有凯撒和我这种高手才配有。可是，现在却被那些技术差的人拿到了。不行啊！决定了！哇，练习完喝上一杯果汁，简直太爽了！啊，你那也叫练习？你们一直就在表演获胜后的情景。什么？胜利姿态可是很重要的。要不，哥哥你也摆一个，像这样。等你赢了以后再说吧。我也不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。哎呀呀，你两个真没意思。趁现在受个够吧，你们这些技术差的人。很快觉醒晶片就会归我所有了。大小姐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别担心，我可是世界少年钓鱼大赛的冠军安雅。看我的。嗯啊，勾到了。嗯啊啊，风暴猎鹰。啊！风暴猎鹰！啊！
哥哥，我来帮你。为什么钓到的是群技术差的人？佩伦，把风暴猎鹰高高举起来。接好了，哥们儿。暴力变形，风暴猎鹰。熟啊，大小姐，回去吧，清风。哎，是甜甜圈。喂，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吃。快闻闻怎么样，暴旋飞龙。既没坏也没毒。喂，我可不是狗啊。真好吃。真拿你没办法。有一箱，又有一箱。这下不愁没零食吃了。飞轮，这……是有点奇怪。哼哼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，跟我这个高手作对会有怎样的下场。喂，这位大小姐。把你的所有零部件都留下，还有晶片。回去了。还有那么多甜甜圈，不捡白不捡。快跑，大小姐。站住，不要跑。留下你的零部件和晶片。站住。怎么回事？谁知道。我的计划明明那么完美，为什么会失败？你就这么想要觉醒晶片吗？真讲。你们是谁？你忘了吗？你上次给我们的对战添过乱呢。裂空飞马，它叫风暴猎鹰和暴旋飞龙。是那时候的，没错，丑八怪和肌肉笨蛋二人组。这位小姐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识货。哼哼，嘿，看吧看吧，这肌肉多漂亮啊！我的运动神经完美的把控了所有肌肉。看吧看吧，看吧看吧，不要
你耍够了没有啊？浪费时间。小妹妹，你对觉醒晶片的渴望和热忱感动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想帮帮你。竟然把那么多甜甜圈都吃了，你真不是一般的能吃。我要为对战储备体力嘛。你们还好吗？技术差的人。又是他。哥哥，关了他吧。等等，给我住手。哎呀，好痛啊。好像很疼啊。真恐怖。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你又想干嘛？呀，你看。那是。是火属性的觉醒晶片。这是我不小心捡来的。听说你的暴旋飞龙好像也是火属性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它的觉醒晶片呢？暴旋飞龙的。是不是很想要呢？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哦。真的吗？清风。不过你们要先打败我这两个手下。我什么时候成你手下了？闭嘴。我说是就是。反正就是这样，你们赶紧过来我们指定的对战场吧。走吧哥哥。等等，清风。我觉得这是个陷阱。没错，可说不定那真的是暴旋飞龙的觉醒晶片呢。他们这么轻易就上钩了。管他呢，这次是我们打败他们一雪前耻的好机会。风暴猎鹰，你能打倒那根柱子吗？估计要用觉醒晶片发动必杀技才行。明白了。怎么样，这次正好落进对战场了。来吧，
风暴猎鹰，魔纹野兽，暴雪飞龙，交给我吧！冲啊！加油！暴裂变形，风暴猎鹰，暴裂变形，暴雪飞龙。飞轮和秦风兄弟立刻让飞车爆裂变形了，先试试那根柱子。好的，哥们儿。啊，厂长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慢着，要是这根柱子倒下的话，不要。啊，你们别把柱子打倒。好硬！暴雪飞龙和风暴猎鹰有些力撞击柱子，但柱子毫发无损。另一张板还在周围淡定的绕圈，似乎一点也不着急。飞轮，不发动必杀技是没用的。明白了，回来吧，风暴猎鹰。现在炼狱钢爪收到，什么炼狱钢爪将风暴猎鹰的觉醒芯片弹飞了，这位选手利用了暴裂飞车的特性，太聪明了。游戏到此结束，暴裂变形吧，炼狱钢爪。哦，那是觉醒芯片呀。哦，来吧姐姐。两个连同柱子一起打飞吧，绝对冰王。哇哇，动不了了。哇哦，结束他们吧。这招太厉害了，要是被击中那就惨了。可恶，那就再来一遍吧。不行了姐姐，镜片的能量用完了。上吧，风暴猎鹰，暴力变形，风暴猎鹰。哥们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合力吧。好，上啊，风暴猎鹰，打飞它，暴雪飞龙。
觉醒晶片有没有？根本没有什么觉醒晶片，是那两个人说能打败你我才配合他们的。什么？你耍我呢？可恶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可恶可恶可恶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我才不会怕你呢。哼，原来一旦发动必杀技就会把觉醒晶片的力量都用完，看来要好好掌握使用的时机了。嘿，我说飞轮，别以为没你的事了，不把觉醒晶片交出来的话，以后我还会再来找你的，这次算你们幸运。家伙还这么闹腾，对吧，暴雷钢甲？食物离奇消失，究竟谁是幕后黑手？怪里怪气的爆裂赛手为何找上飞轮秦风？而阴森森的植物园里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多坚定，谁不能胜正，喝彩欢呼跟掌声正响个不停，光明大道我和你赢得了共鸣。嗨，如果没对手怎显本领，如果没队友谁跟你合影，大家兄弟同心冲破困难，前路更加灿烂，彼此一起共同肩负使命，彰显正义的决心，与强敌去作战，联手出击，肩并肩共进退一条心，面对困境也冷静，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